戴聘自从宣布举办世界巡演后，就一直让全球粉丝们引颈期盼。十五日终于从韩国首尔开跑，四人的舞台魅力爆棚。除了经典主打歌之外，每位成员的个别 solo 舞台也都引发热烈话题。台下更有许多艺人朋友纷纷来支持 Blackpink， 可见他们的好人缘。除了来朝圣的 idol 们之外，和基素合作戏剧《雪地花》的演员群也纠团一起来替基素站台。可爱的女演员们还特别为基素做了手工应援版，整个超级有诚意。更看得出演员们之间的好感情，即便戏剧已经结束一段时间，依然关系十分融洽。而在演员们的大合照中，男主角丁海寅站在最边边，还以为是为了避嫌。不过丁海寅随后就在个人社群上分享了和基素的单独合照，并标记了基素的账号，还留下了加油的文字。合照一出，让粉丝们都十分惊喜，直呼两人站在一起还是这么养眼啊。